这次基隆社区大学的成果展邀请了动态与静态的课程学员一起来参与，现场热闹又温馨，尤其在舞蹈团体的表演，台下观众的掌声加油声不断。社区大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精彩的成果展演，那么有30几个动态表演，30几个静态的演出啊、表演啊。我想基隆社大其实师生非常的热情，把整个学期的那种成果呈现，让跟市民朋友来做分享。基隆的社区大学特地来做这个活动，来做一个成果发表，非常对于我们所有社区参与活动的所有好朋友们表示最高的敬意。因为如果没有他们自动自发的投入、自动自发的付出，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会有一个更大的破洞，那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法补足。基隆社区大学设立至今，造福许多民众，而在各单位的共同祝福支持下，基隆社区大学开办24年以来，首度在全国评鉴获得特优第一，可见基隆社大课程经营是全国一流。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报名课程，终身学习，增广见闻，也让身心灵更健康。那我想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做品质保证。基隆社大在今年3月初，我们教育部的审查奖励评鉴，我们跟几所社大并列特优第一。我想这是一个终身学习品质的一个保证，深信基隆社大端出的每一门课程都是最优质、最精彩。那我们接下来在7月有暑期课程，总共有80几个班。那么在9月，我们有秋季课程，150几个班。班班精彩，我们也欢迎市民朋友那参与整个终身学习行列，让终身学习的课程带着大家丰富人生。我想终身学习行列，尤其基隆社大，我们以全龄社大来自诩，所以我们的学员群从10几岁到90岁都有哈，我想我们的课程也遍布不同年龄层的学习需求，包括我们市长打造友爱城市，以及包括整个未来在整个社会变化下的这种职能的陪伴。那我想基隆社大都有，当然我们也有关怀环保、关怀整个基隆的城市发展这些议题的社团课程也都有。那当然现在很夯的无人机啦、AI 啊。基隆社大也开出非常丰富的多门课程，我相信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各就我们的学习需求那我想都可以在这里选得到课程。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